近日有媒体拍到林更新开展新恋情，新女友疑似王丽坤。当日林更新身穿一件黑色 T 恤、军绿色短裤，头戴一顶黑色帽子，与王丽坤一同从自家地库出来等司机来接。王丽坤身穿一件白色黑条纹上衣，戴着墨镜跟在林更新身后，看起来彼此间非常亲密。二人在地下车库开心交谈，随后上车前往一别墅区看房。期间林更新还下车和助理买水果。在林更新小心探路之后，他带着王丽坤走进一家普通的面馆吃面，二人并肩而坐，互相夹菜，看上去十分亲密。时至深夜，林王二人走出店面，林更新带王丽坤回到自己家，随后林更新又再次把王丽坤送往机场离开上海。